为破浪挑战组的姐姐，在第一场公演中，你们将分成三个五人演唱组合。三个女人还是三个五人？姐姐们先听我说完了哈，再讨论哈。首先，我们将发布破浪挑战组的三首曲目。所有人都在玩手机啊，马赛克的，你听过吗？没有。哎，这个带点演绎的，哦，好可爱。表姐，是不是很难哈？这个就是舞蹈简单，那肯定是这个。好简单，对了，太简单了，没有。第二首歌曲，挑战记忆力，我没有记忆力的。一人唱错，满盘皆输。哇，舞蹈好美，这个好看，这蛮赞的。可以比第一首就弱一点。觉得我好像适合这个一点，那个太硬了，这很难，都不简单的，确实难，但是不难怎么挑战呢？对，但是要做还是自己能拿得下的。木兰，刘柏辛，我听过这首歌。这会好看，很好看，哎呀。大星，这适合你。哎，这适合我。男的，我肯定没事，脑袋一转都晕了。这个要有一个人，我俩都行。对啊。哦，这个好不需要国语标准。对，我喜欢这个。